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5月13日，星期三，本日星象金星逆行，今天是关系受阻、沟通不清的一天。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十二星座的具体运势吧。今日建议迎难而上的两大星座：白羊座、金牛座。白羊宝宝今天可能感到无法应付老板交给你的大客户，建议沉下心来一点点功课，因为这很可能是你职业生涯的一座里程碑。金牛宝宝今天会被职场中的尔虞我诈搞得晕头转向，只要坚持善良的本真，熬过这段复杂的经历，有可能会升职加薪哦。近日职场压力飙升的两大星座：巨蟹座、狮子座。部分巨蟹宝宝今天会感到强烈的职场压力，可能是因为和同事领导产生意见分歧，也可能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狮子宝宝今天会感受到工作方面的强大压力，领导可能会给你布置超乎能力的工作，需要加班加点完成。今日有家人做后盾的星座：双鱼座。双鱼宝宝今天在人际方面可能会听到反对自己的声音，但无论发生什么，家庭都是你无助时最坚强的后盾，你随时都可以获得温暖和支持。